你昨晚睡眠似乎睡得不错，怎么样喷你气你都起不来，今天早上跟众臣谈论了一番，决定封你爵位，上见。敢问为什么要笑呢？为什么要笑呢？算了，封你为爵吧。这把宝剑是不枉留下，充满了元力。现在我就将这把剑托付给您，在下觉得如何？等等。